发烧了，我得拿钱领药。哎，电锅，你这回头怎么处分呢？你太夸张了，带不上啦。还好丽丽把大衣啊、电锅、电扇的都带上了。她带那些干嘛呀？去当铺呀。你还讲？畜生！你自己惹的祸，凭什么偷手动脚？对不起。为什么给自己留个孩子不好吗？他两只眼珠子一刻也不肯离开小孩。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来，你只管稳住孩子们，外头的工作我会稳住的。多亏你，真的是多亏你。吃西瓜了。